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这一集带大家继续冰路前行，我们是两辆福特全顺3.5双涡轮增压四驱的，这个面包车搭档在这个道顿公路上面前行，必须要两辆车才能保证安全。请大家继续观看本集节目，谢谢。是现在在阿拉斯加这个道顿公路的冰雪森林。到处都是冻上的松树。哇，北极不是开玩笑啊！上车喽，太冷了。这福特挺耐操的。大家好，现在继续出发，这边是那个雪松林。这些树呢都是松树，现在给冻上了，因为是冬天比较寒冷，冻上了以后就像这种样子。我是南方人，所以说看见这个比较新奇，不知道北方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景象呢？哎，这一冷一热，很容易爆血管啊！烫吗？那当然烫。哎，那他不烫，他该不行也不行。太烫了，这就很难说。我有个姐姐，她老公好像比我大2岁，也很胖，但是人不错，有一天睡觉就睡死了就只有大2岁，15年前死的。对，他可能有一股气就没喘过来，是不是？人胖就这种三高、四高、五高，尿酸也高，这也高那也高。尿酸在血管里面会结晶，变成一个像薄片一样的。是吧？哎，其实某种意义上，活着比死了还痛苦。真的是，因为你忙了半天还是要走，只是多受几十年罪而已。你说你活着吧，就不讲别的，你老婆孩子要照顾，你家孩子也多，烦了吧，得烦死。你有孩子吗？几个？一个还好，两个，就孩子一个很好玩，两个还不到，再多就不好玩了。
饿得挺快的，我都在这边饿得挺快的，对，在冷的地方饿得就挺快的。
谢谢大家观看这一集，下一集我们将前往玉空河影地，里面是道顿公路通往普拉霍德油田的第一个补给站，是阿拉斯加道顿公路唯二的两个补给站之一。在玉空河补给站吃点东西以后，就会去北极圈。北极圈就是很刺激了。敬请期待下一集，谢谢。